Thank you.
吃饭。都是你采的，第一大批都搬出来了。没有生的是，我们买的就没弄来，我们买的点把生的去。对，不是的，这早上就在这还没生灯呢。清明节才生灯。没有生灯，我们大部分道路是罗汉坝道，罗汉坝道路有一点三千公里长。我要清明。在深秋里，以前那是谷雨。当天都已经生了。啊？南头当天已经生了。已经生了。像人我说，当天都已经生了，不生了。去收票。啊。哦哟。那么牛的话，那拿的啥子不来？那拿一些牛鸡的。十年，那就是小鸡儿。十年呗。啊。你几个小鸡儿呢？十个。你啊？妈儿，那老母鸡不来了。老母鸡，老母鸡不来。这就是老母鸡，就是说拖着拖着来的。你跑不上不得了，跑不上跑不上。中南鸡儿好肥嘞，中南鸡儿满免疫力高得很的。那要不这边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个白的。你三个黑的，一个白的。那那个空的嘞，空的嘞的。妈，下午走了哈。那点儿走，看了看了点儿走哈。是吗？那包你小黄，你走了。嗯。那。耶，妈没给我剪，然后割外脏，我说那到底是怎么设计的？我剪，我止裤子，光冷啊，小脚冷。俺咱们前有止裤子垫，止裤子。我昨天没剪，天天我给剪的，可能剪了二十多个道的，那个几十个的，又不是这个几十个，哎，那家伙。
那个鸡窝里头那个干的时候吧，它又刮几点的。没看到我小石棍儿那会爆出来的。那石棍儿怎么办？那一锅还能爆？那得一直吃。那得先吃一个。尾巴好长啊。每天工人也来，工人也来的时候吧，
快干了。这下子橘子这里，我这块橘子给你了。
Thank you.
还有几个字了吧。乖黑就帮你
看见了，哈哈，这是鸡，看见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就没得过，嗯，改了那个那个。你好久不说话。咦哟，阿姨哟，今天这个菜呀，都今儿把你好，好，好菜哟。猪脚配鸡蛋子。哇。那个猪扒没有？猪扒了。嗯，你猪扒我。哇，安逸得很哟！嘿嘿，安逸的。哇，要烦恼了吧？哇塞！二班呐，两班孙子，四班，全是春天的味道。能不？嗯。
今天都都好，日子好过，好人今天日子好。是那样，这蕨菜，蕨菜是新鲜菜，原始的这些菜，今天的所有菜都是只有春天才会有的菜，除了这个季节就没得了，味道巴适，你看我这必须以确实的巴适，吃进几块了，他把那姑娘炒了这个，不对不对，稳妥得很。这泡面好了，挺对的。